兔妹妹别发呆了，恐怖奶奶又把我们给抓起来了，我们赶快想办法逃出去啊。慌张什么，反正奶奶腿脚不好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拿到钥匙逃出去，接下来就好好看我表演吧。乖孙子，大晚上的不睡觉准备出去干嘛？当然是出去买口红和漂亮的小裙裙啦。不行，赶快给我回去睡觉。我去，这奶奶的伤害也太高了吧。哎呀，小兔子，你这技术也不行啊。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了，我们只有五条命，狗带完就会被关进小黑屋。哼，你行你来啊。切，刚刚我已经观察过了，这次没有奶奶的老伴和大外孙，这样找开关那还不是简简单单。喏，这不就在房间里找到了一把吗？是吗？乖孙子，我劝你今天还是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，不然我就让你们尝尝皮带炒肉丝的感觉。切，我才不怕你们呢。嘿嘿，这边又在箱子里面找到了六个果木板。乖孙子，赶快出来，奶奶给你买大大棒棒糖吃。休想忽悠我，奶奶有本事进来抓我呀。不好意思，我先从其他门溜走喽。我去，这下面怎么还有奶奶啊？小兔崽子，今天我可是把我的好姐妹都叫过来了，你休想在我的眼皮底下再逃出去，乖，赶快跟奶奶回家吧。好吧，这奶奶下手也太狠了吧，差点把我脑震荡都给打出来。